going to battle B-Boy Quake。顶着自信步伐出赛，台湾霹雳舞一哥孙正在斯洛伐克2024年 Legist Blast 赛事中一对一劲舞，在四强赛大秀惊人舞技。陈迪跟着节奏往上撑，连场外转播都跟着惊呼连连。顺利击败对手后，冠军赛孙正更是祭出压箱宝，面对乌克兰 B-Boy Raptor 火力全开。一上场大风车大招连出，把自己的招牌套招藏到决赛倾巢而出。孙正全程超享受比赛，全场观众也跟着欢声雷动。The high battle, that was crazy battle。决赛勇夺一对一 battle 冠军，在舞台上，孙正高举右手振臂疾呼，为拿下冠军露出灿烂笑容，夹击也让他热血沸腾。可以一步一步做到自己小时候的目标，然后。也都没有动摇，就是真的有种自己变强的感觉，那也真的有吓到，比如说现在一线的人，就大家都会觉得，Quake 好像就是一个二流的选手，到现在，好像真的是一流了。孙正小时候就发梦要成为霹雳舞界的王建民，这次比赛还特别在比赛上拿出代表台湾的真奶，继奥运五环殿堂后，孙正终于顺利抢下大型国际赛，生涯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，要用霹雳舞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